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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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一下，把药吃了还，那不亏死了。全军出击！他上线就没药了。哎，我应该闪现杀他的，我忘了他没带闪了。嗯，我应该闪现杀他的。不过这小子上线儿，他没有药了，他也不好打。一会儿记着点，我可忘了，没注意，抽一下。滑了，滑了，抽一下，滑了，滑了，滑了，吃饼干，滑了，抽一下，我能回血，你能吗？这怎么的了？这怎么人儿咋没了呢？这传送给你传的，兵全丢了。抠一下，滑了滑了滑了，我打了。给我杀青钢影啊！没事，给他换了。哎，我就一直想知道，如果这老母居站在草丛里边，他的被动能不能被敌方看见？我一直也不知道这个问题。比赛出个 bug， 抠一下，滑了，炮盾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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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抠，滑了，漂亮，老母狙，这种不带闪现的就得抓他，抓得漂亮，老母狙，好，不急上啊，他身上有那个药水持续掉血，等他先 A 我们，他盾呢？哎，他刚才盾没触发呀。我滑了，我再抠一下，回家了，他也得回家。所以等他回家，我们再推一波。
你咋那么狠呢？你还不回家？给你厉害的！完了。我要生了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算了，我回家还不行吗？把那带节奏的放一放，兄弟们，中路打个飞机呀、啊！这飞机这英雄我都800年见不着一个了，突然之间给我中路开始打飞机了，我还有点没适应。你也生了，我先扣一下链儿，跑的真是快呀。滑了滑了滑了，扣一下。不好杀呀！不行，不好杀，我就把红打了去。我直接飞他的话其实也可以，只是需要交一个闪现来跟住他就可以了。现在的我已经飙到极限了！啊，螳螂！可恶的螳螂，又是你！我们现在8级，没办法再买一个软件改造，那就这么地儿吧。还吸地海，一会儿多飞两波螳螂，还多飞两波飞机，多飞两波 ADC。
嗓子也打吧。乱配一句。啊，这金刚人也没了，拉倒吧。那我猜吧。这也不跟我打，我上哪飞一个人儿呢？这飞机，你来吧，你放峡谷啊！我给你狠的，瞅瞅，这给你厉害，这给你厉害的，还上来还踹我来了，还开始。飞机没了。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然后我们换个软件改造，现在开始应该要去下路。这一波我们先飞哪个呢 ？ADC 好像都没泰坦值钱呢，不行，咱先飞那泰坦吧，省着再控我。可以来，我有大。嘿，我就顶着你洗澡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杀泰坦，杀泰坦。漂亮，我只要有助攻就可以了。防御塔镀层要脱落了，那全吃了吧呢？小龙。刚差点钱，把德克萨斯木印除了，谢谢。从中有雨，小绿人好像有点厉害呀、啊！哦，这波俺们家属于三打四，零换四。把红打了，哎呀，红没了，先升个十一吧。现在已经飞机儿没杀过了，啊，还有螳螂。哎呦啊，飞机儿，让我飞一波飞机儿。算了吧，泰坦肯定要来了，这里边不好待呀。你说这小驴人，你先杀那谁呀、啊？你先杀泰坦呢？你去杀那 ADC， 你不也得死吗？这多不合适！
这泰坦在干嘛？哎，我 ADC 居然敢瞅我，我都没想到，兄弟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瞅我，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女枪居然敢瞅我，上一波他把闪现交了啊，刚才那一波他又死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却找这个女枪，只因他瞅了我一眼。加血了，光明消失啊，抽一下，害我打女人不尊重女性。我这打英雄联盟里边的女英雄，我杀她那是我尊重她，我不杀她那才是侮辱她呢。女签儿的没了，挂机了。来个收集者吧。他挂机了，那就杀不了了。我们打飞机吧，先打个红 buff。 其实他挂机我感觉也属于正常现象。你说那泰坦都不管他，那泰坦老自己上，那 ADC 没有辅助能开心吗？飞机100%个塔下回城的，我找到他啊！咦，飞机呢？陪我飞机 ，A 了下眼儿，飞机。不要带节奏啦，好好看游戏啊！拿下了，下一把啊呀！忘了这个，这不应该挂了啊。